晴天，晴天，不不晴天，晴天。你不是很怀念那个生鱼片吗？入口即化。我这个拔掉一个了。我没关系。哦，这个。你帮他们洗就好了。那一台摩托车。是菲亚特的摩托车。那不行呀，我们家有超级无敌多，我们家有六台哟。哦，是哦，啊，北楼。我们家有六台这个摩托车。啊，北楼上有18台耶。哦，那。你要跟我比吗？哦、no！ 来，去后面哦。没有，还有花抓。嗯。昨天老师没有花抓，就在那个地上。你看，这是超级无敌的。忘记了。那个摩托车先拿去旁边，不然等一下踩到了。先拿去桌上吧。你要加9米的吗？小乖，哇，小乖要放在桌上，对。哦，这样才不会踩到。小乖，你开这一台车吗？这里有一台，你看它可以拖车。对呀、啊。还蛮多的哦。一起玩，一起玩。闪电麦克风跟有车子的这个，对啊，你摸一下它那个材质，跟乐高的一样。所以这样子谁啊？以后不可能买乐高了。它那个材质真的很不错。哇，它也是帮乐高在代工。代工的呢。啊，顺便卖自己的牌子。大陆的车都这样吗？有两台车来了。哦，两台车，那总共有几台？我有一台。你有一台拖车哦。